带着哥哥的祝福一起来吗？我今天的就是来这边演出。哦，还是爆雷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等一下会自己发脸书，发外界。唱什么歌？唱什么歌？唱。在他的婚礼当然是要唱 Colorful 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也可以。好啦，几位数礼金可以讲一下吧？有五位数吧？有啦，有啦。所以你们一个表演，一个主持都是免费的。嗯，对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对啊，可以报价吗？不差，肯定的，对不对？绝对。还包礼金这样？肯定要吧。一点都不亏，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啊，那种祝福要送给谁？哇，百年好合。哎呦，我还要去彩排。哦，对，说不定耽误大家什么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